改善它的排气功能，排气功能是最为重要的。那我们怎么检查一下那个排气功能呢？就拿几个的口罩，看看叠起来压一下能不能压下去。如果能够压下去的话，证明它的排气效果很好。一般很多的包的口罩都排气功能都很差，包装起来的话非常非常困难，所以看上我们的排气功能是非常棒的。